成就，就是啊，斯宾格潜艇就是念咒。像你这个才修几个月，你必须要念这个莲花童子心咒，念你到800万遍。你念到800万遍，莲花童子现身把你带到玛哈双明池，大双明池。真的就是相应的现象，这一种成就叫持名成就。像高王观心真经啊，你念高王观心真经也是很好的。念经跟念咒功德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这个念经啊，能够念的越多越好，所以最少要念1000遍的高王观心真经。这个时候你给他求什么愿望，什么愿望都成。但是你念满更多的，像你念了500万遍、800万遍，那个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甚至可以现身。这个念经跟念咒功德一样，也是持名成就。